Seventeen 将于5月26日举行出道3周年周年纪念展示会，披摄于10日，通过 Seventeen 粉丝观咖公开了出道3周年纪念展示会 Seventeen S Card 公告及官方海报，引发广大粉丝关注。此次展示会将从组合出道日5月26日至6月3日举行。Seventeen 将通过丰富多样的展示内容，为将一起陪伴他们走过3年的粉丝们表达感谢，为粉丝们打造美好回忆。另外 ，Seventeen 将于30日在日本发行出道专辑《We Make You》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